天地簇拥，山河相契，赤峰从远古走来，千年浸润，世代相袭，在古老文明的大地，演绎着木更的千古传奇。兴隆洼的一粒米，标炳出中华第一粟。自此，赤峰成为世界旱作农业之源，滋润华夏大地。至今，华夏第一村的泥屋里还刻着兴隆洼文化的深深记忆。C 型碧玉龙令人叹为观止，红山文化珍藏着远古文明的印记，农耕、渔猎、畜牧，八千年文明更续传承，璀璨的明珠闪耀在苍穹大地。蓝色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缓缓放低，昂起头，大兴安岭主峰在赤峰屹立，有燕山贯穿，祖母河西拉木伦川流不息，老哈河用奔腾的浪花滋润着松州大地，山、水、林、田、湖、草、沙，赤峰风光旖旎，浓牧风情就像绽放的萨日朗，芬芳了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。漫长的历史长河，木更的歌谣吟咏出美妙的旋律。蓝天为屏，绿草为幕，五谷拔节灌浆，牛羊繁衍生息，韵味无穷的赤峰元素弥漫广阔天地。赤峰，全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，2100多万亩耕地，常年产粮120多亿斤。赤峰，全国三大杂粮主产区，日照充分，昼夜温差大，田野水静，雨热同期，精耕细作，标准化生产，走出一条旱作农业发展的预期。粒形周正，色泽鲜亮，质醇味浓，营养丰富，这是赤峰小米，农产品地理标志，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。126亿的品牌价值，成就了世界小米之乡的美誉。赤峰绿豆、赤峰荞麦、赤峰的杂粮杂豆，畅销东南亚等地。赤峰，中国北方重要蔬菜生产基地，200多万亩的生产面积，年产800多万吨蔬菜，满足人们绿色健康的期许。俯瞰今日赤峰，蓬世如织，田园叠绿，连绵起伏的温室大棚展示出现代农业的勃勃生机。原野苍茫，群山耸立，现代化发展的脉搏正律动着赤峰人满腔的欣喜。农耕者求索创新，开拓奋进，撸起袖子洒下汗滴。西红柿、黄瓜、辣椒、茄子，在北上广深的餐桌上，绿色营养无可比拟。赤峰，全国绿色畜产品重要生产输出基地，8600万亩辽阔草原，1500多种野生植物，
739种具有药用价值，天赐宝藏，天地华语，水草丰美的草原，昭乌达肉羊，昭乌达肉牛，肥美的肉质令人垂涎欲滴，敖汉细毛羊，罕山白绒山羊，长长的纤维拉出了草原的神奇。健康养殖，规模养殖，现代生猪、蛋鸡、肉鸭产业，蛋35万吨，奶40万吨，80万吨肉类综合生产能力。达里诺尔，大海一样的博大，大海一样的包容，鸟类飞翔栖息。华子鱼，洄游浅底，自然和谐，这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。总量1.2万吨，全是水产品，让远离大海的草原照样创造大海一样的发展机遇。赤峰，中国北方道地中蒙药材生产基地，中国北沙参之乡，总产量占全国1/3，中国桔梗之乡，总产量占全国1/2。300多年的探索与蓄积，成就了今天40万亩的生产面积。耀花悦目，心旷神怡，桔梗、沙参、黄芪成为赤峰的地标产品，源源不断走出国门，集结京津冀。赤峰人寻自然，敬天地，精心劳作，匠心独具，山水之间，新鲜食材循环交替，独特的地方风味成为网红的打卡地。小米煎饼，新发绿鸡，敖汉拨面，拉出赤峰话语。赤峰对夹，夹紧赤峰情谊。沙漠之花盛开，塞菲亚展翅，炒米、奶茶、手把肉，这些都是赤峰的无私给予。纵横万里碧野，流连雄奇山峰，我们始终在被一种味道牵引。在这里，巍巍红山藏风味，田园牧歌有滋味，龙香古韵成好味，赤城匠心守真味，这是赤城热土的味道，是多情交融的味道，也是百家富足的味道。人们用一颗赤诚心守护着这些自由热忱的味道，在水火之间，它们演绎出多彩蓬勃的生命力，化成赤峰的味道。赤峰人，赤诚，赤峰味，纯正，赤诚心，赤峰味。